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ndy 王心凌。我周遭有很多男同志朋友、女同志朋友，因为我读的是华冈艺校，那艺校其实本身，就是同学们就很多元，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就有很多这样子，的同学，然后到现在出社会，其实，我最要好的几个朋友里头也有同志朋友。我觉得有时候跟女同志朋友相处的时候，她会给人一种安全感，女生会给人一种安全感，或是跟男同志相处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他们又有女生的细心跟贴心这样。当然就是跟他们的互动其实是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很自在。然后尤其男同志朋友，大家都会开玩笑说他们嘴很尖，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讲话呢都很一针见血，然后很直白，然后所以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会有很多笑料，很多很多开心的欢乐的事情。